望眼睛呢，望得很长，神蛇形态四个方面都要进行望啊。所以眼睛是一个很重点的内容。第二个是望面五官里面呢，就要望耳朵。耳朵的望的简单呢，肯定没有耳胎，是不是啊？耳胎没有啊。耳为身体开窍，中脉所住的地方，瘙痒胆经所过的地方，这些大家都比较熟了。当然这很正常的耳胎了，是吧？这个耳胎颜色很晕澈光澈，应该是要说它有神的话，恐怕耳朵是有神的，是不是啊？有神，明晕光澈。这个耳朵啊，像一个倒置的胎儿，耳朵的整个耳朵上面有我们整个人体全身各个脏腑和机体的反应点，这是一个耳斜头，是吧？像一个头部、手啊、肘啊、臀部啊，内脏就在这一块呀，是吧？这样一个脏腑的一个内在表现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进行暗诊、望诊，恐怕一般是还很难的望出那个来。这里面有取血啊，有什么丘疹啊、水泡啊等等这些地方。可以看得到有些病理改变啊，病理改变。最常见的我们要观察，一个是观察它的舌侧。常人的耳朵是舌侧是红晕，刚才那个人就是一种常人，气血充足。如果耳膈蛋白耳朵根都是白的，那是气血亏虚。耳膈红肿，耳朵整个耳朵红肿，那是肝胆的湿热。为什么是肝胆湿热？肝胆的经络可以行于这些地方，热毒上攻。耳膈清和，耳朵啊变清了，变黑了，那是阴寒内盛或剧痛疼痛的很厉害，耳哭干枯焦黑，没有光泽了，没有光泽了，那是神经亏虚，耳朵都焦了枯了。我们书上还提到耳朵的背后出现了小的红的血瘤，而耳根有滑梁，那是麻疹的先兆。但是是不是麻疹呢？一般来说不是说每个都拿来翻开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朵后面有红螺啊，耳朵花青啊，有麻疹的这种可能性。有麻疹的可能性的时候，小孩子两三岁三四岁，当地又有麻疹流行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发烧打喷嚏流眼泪，是不是麻疹？那我们可能要注意观察一下这个耳朵后面有没有血螺，耳根是不是滑梁。同时这个麻疹先出的地方，首先出现麻疹的地方也是这个耳朵的后面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观察麻疹的一个先出性的地方所在。形态，耳的形实际上不是胎，应该是耳的形状。耳的形状常人是耳膈厚大，说明肾气充足，耳朵比较肥厚。古代讲这个牛背，说它是大耳折，牛背两耳垂肩，可能没有那么大，没有垂肩，就是耳朵比较肥厚啊，肥实啊，比较厚啊，这是一种肾气充沛的表现。耳朵像一个胎儿啊，神开窍于耳朵，所以它是肾气充足的表现。当然牛背的耳朵到底有多长，是不是长到什么地方，是吧？那也没办法考证，是吧？如果耳膈瘦小而薄，又瘦又小而薄，那当然是肾气不足。耳膈肿大是邪气充盛啊。如果耳膈干枯萎瘦，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个病人的耳膈已经枯瘦啊，萎瘦了，是不是啊？干枯萎瘦，这和那个拿肉有什么区别啊？
是吧？熏腊的腊肉有什么区别？没有什么光泽，是吧？干枯萎瘦这样一种表现。那个上面显黄，如果把它显得黑暗一点，我这个上面就显得灰暗，显得暗一些，那就和腊肉差不多了。所以这种情况，神经亏虚、神气不周的一种表现，精气亏虚、耗竭，已经虚得很严重了。耳朵都枯了，说话说，哎呀，这个病呢，病得很严重，耳朵都枯了，枯焦、灰暗无色了。耳轮的皮肤夹错也是血瘀。这个几乎假说我们昨天已经看过，耳朵的皮肤啊变成了鳞状啊，很明显的几乎假说像那个皮肤有穿山甲一样的鳞一样的，那也是仍然还是淤血。好，耳内的病变，这个刚才讲啊，这个实际上只讲了形，没有讲胎，应该说耳朵不存在着胎的问题，耳朵不会动，不会散动，所以只有耳的形状变化、舌的变化、肥厚。耳内的病变，耳朵内部的病变呢，当然主要是眼耳朵耳鼻喉科去看的，我们看不到，没有做耳内检查，一般的病人都不做内耳检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一般的只看到什么呢？耳内流脓，里面从里面流出来了，这个地方流了些脓出来了，脓出来，那肯定是耳内里面有痈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感染呐、啊，有病毒啊。病毒在里面，这是脓耳。如果耳内是哪的小的肉痰，这我们一般看到，耳朵里面长了一个小的耳道里面，不是耳科上面，那叫做耳直。耳道局部出现红肿疼痛叫做耳结，耳朵里面呢生了结子。有的经常是什么挖耳朵啊，不小心了、感染把这个挖伤了，受伤了以后，病痘啊，湿热邪痘、热痘，导致耳结，这都是讲的最简单的啊，最普通的啊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耳朵的病，那是耳科医生做内耳检查呀，是吧？要看到耳朵里面去。第三个望鼻子，这是正常人的鼻子啊，中国人的鼻子可能塌一点、平一点，外国人的鼻子鼻梁可能高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可能现在做隆鼻手术以后。那鼻子也变得比较高了，是吧？变得高了。那么鼻子这个地方称为明堂，鼻子是回的开窍。我们在临区吃热这篇书里面讲过，左肝右会形成啊，心额神移鼻举皮在中间，心神回肝鼻。五脏的中间，所以鼻子与皮，牛虎夹在两边。鼻子观察，一个是观察它的舌舌，常人是红黄隐隐，含羞明晕。我们正常的人就是红黄隐隐、明晕、含羞吧，这是正常的。鼻子也应该是正常的，它也是这种表现。如果鼻淡舌白。鼻子色白倒是没有什么很注意啊，眼睛色白，嘴唇色白，那我们是经常要注意观察的，是不是观察他的鼻子也白了，鼻这个鼻尖的地方都白了。如果真的是白，一般来说也还是气血亏虚，如果是花红的话，是回脾的温热，回火脾的热，回火上炎，通过呼吸到鼻子，确实有的鼻子里面呢、都感到一种热气，鼻子里面一种烧灼感，也可能鼻子要红，它又是脾所住地方，所以叫做回脾温热。如果鼻头舌青，应喊腹痛。张仲景说：“鼻头舌青腹中痛，苦冷则死。”痛得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死亡，极寒，阴寒腹痛啊，这个也没有，我也没观察到过啊。那种腹痛得很严重的病人，是不是鼻头就发青了？其他的口唇呐、什么面部没有发青，我没注意啊。但是张仲景是有这个说法，就认为鼻头舌青是一种阴寒腹痛的表现啊。舌尾和鼻头稍微有点颜色有点黑，
是神虚水寒水内行，和那个眼眶周围发黑的情况是一样吧。眼眶周围眼眶发黑，眼周发黑是讲的神虚寒湿带下水饮，神虚水饮寒湿带下，那么这个也是这样。这种情况比较少见，眼睛周围发黑常见，鼻头稍微有点黑，起码没引起重视的比较少。如果出现了和那个眼睛发黑眼眶周围发黑差不多，如果是鼻头枯槁回暗枯槁的，那当然也是气血精气亏虚，脾胃虚寒是虚弱。到底是不是虚脾胃虚那倒也不一定，反正就是浑然枯槁了，或耳朵枯槁了，都是神经亏虚啊，神虚了。鼻头枯槁，因为鼻子属于鼻履皮啊，是因为是皮，反正是一种虚弱的表现，这可以肯定。形必的形，必的形的改变也不是胎，应该说人的鼻子本身是不会动的，实际上鼻动还是面部在肌肉在动，并不是鼻子在动啊。那么鼻头如果红肿生疮，那可以生鼻钉啊，是吧？这类的表现可以是微热、血热，鼻子上面可以生钉，可以生结子，是吧？生钉生结。如果鼻头红舌混吃一样，酒糟鼻，这个我们学生可能没什么看到。作为医生来说还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酒糟鼻啊。他这个地方啊，鼻头这个地方啊，有的甚至到了周围啊，鼻翼啊都可以出现了，整个红啊肿啊，他又不是结节末上，他是高低不平。这是酒糟鼻为什么会出现酒糟鼻，酒糟鼻怎么治疗，也看着也是小小毛病呢、痛苦不大，只是影响一点美观，治也不容易治啊，也不容易治。按中医来说恐怕也还是湿热啊，热痘啊，温结啊，淤血啊，一般的说恐怕是这样，因为它红嘛肿嘛，是吧？红啊肿啊这种表现。如果是鼻距亏陷，鼻梁都塌掉了，现在少了这种情况，眉痘。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的人鼻梁塌掉了，讲话鼻子没有鼻音，讲话鼻子不能发音了，甚至那个整个上颚它都穿掉了，眉痘很严重。眉痘啊穿顶了，上颚都已经溃烂了，鼻梁倒下去了。眉痘现在眉痘基本没有了，是吧？眉痘这个病比较容易治，康复啊比较治，原来也是很严重的病呢，没有康顿术之前呢，也是很严重的病。鼻塌眉挪，鼻子塌陷，眉毛也脱落，麻风。你看这个中间塌陷下去了，眉毛没有了，严重的时候还是狮子面容呢，面部啊整个狮子面容，面色也离合了，周围看到没有，面色也很不好好看，眼睛里面还有疑，是吧？白色的疑膜，这也是麻风的病人。麻风的病人现在也得到控制了，麻风比较少见了，在社会上少见了，有的病人也都集中在麻风村里面去了，好像现在哪些地方还有麻风村不知道啊，原来湘西是有麻风村，现在还哪些地方有麻风村，这种病人比较那个。鼻闪动叫做鼻闪，这个是常见的，鼻翼啊在那里张合张合，随着呼吸，他的鼻子塌进去又张开，鼻子鼻梁鼻翼啊塌进去又张开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回热，回热病，小孩子急性的回补的炎症，回热滋生，或者是小病，那个小喘的病人呐、小啊，喉咙里面一种水积生，随着呼吸。它也出现这种表现，鼻闪气喘汗出油的，实际上是呼吸衰竭了，
骑驼亡羊的表现呢，汗去于油是吧，这种肥虚气结，当然倒不一定是这三个症状在一起了，闭散气喘汗出油，就是反正病情很严重的，呼吸很困难，张口呼吸，点头呼吸是吧，鼻翼扇动，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是从鼻子上面我们望它的舌舌和形态，鼻内的病变，鼻子内部的病变，那也要耳鼻喉科专门检查。这个还没讲到啊，鼻内的病变，如果鼻窍与咽眉很干燥，鼻子里面干燥，像咽眉一样的，像那个烧煤的烟筒啊，烟筒一样，与咽眉多半是高热，热毒很深，热毒之盛一种表现。鼻流清涕，这个应该很容易看到啊，经常流清涕。这个流清涕如果突然起的，不是长期流清涕啊，一般来说不是长期流清涕，如果是鼻流清涕，那应该是感冒吧。鼻流鼻舌流涕是表症或者是鼻渊，长期的鼻子流脓涕，流出来的涕还甚至有腥臭气，那是鼻渊。渊呢，说明这个鼻窦这个地方很深呢，很深，很不容易把它搞出来，渊博啊，很深渊，鼻渊，鼻腔出血叫做鼻流，这都是常见的啊。所以鼻子流涕，流什么样的涕？新起的多半是表症，长期的，可以是鼻渊，还有一种鼻酒，打喷嚏，总不停地打喷嚏，那个流很多的鼻涕，那叫做鼻酒。这个是鼻子里面长了一个小肉痰，鼻子这个地方，这个长了一个小肉痰，这是鼻子，鼻内生了柔，嘴生了柔软半透明的光滑小肉，叫做鼻息肉，也叫做鼻子，鼻子里面长了息肉，鼻子里面的毛病还多着，常见的就这么说，我们一般的能够看得到的，把鼻子打开一下，里面长了一个小肉头，打喷嚏，鼻子里面出血，那么鼻子里面出检查，那是耳鼻喉科认真检查，我们现在没办法讲，这是讲鼻子。第四个，望口与齿，望口和牙齿，望口实际上是讲的口的形舌，看你口的形舌，口角流涎，这个小孩子经常出现的，所以小孩经常都用一个布啊，像个戴口罩一样的围在这个地方，他口啊容易流涎血，流涎血，小儿脾虚湿盛经常见，正常小儿也有，如果这小儿不流涎了，一点都不流涎，倒不是好现象，这是流的不是很多，流的很多的话，那是一种病变，脾虚湿盛。成人为什么口角流涎呢？多半和中风啊，口皮有关系，口皮刚才讲口眼恶邪，中风可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有时候不小心呢，说话什么东西也流点涎，那是不是一种病态，很少，他这个是讲经常性的有这种情况，口角流涎，流得很多。神内或口腔内出现了白色的溃疡，周围有红昏，局部灼热疼痛的是口疮。口唇内出现了溃疡，有小的这种溃疡面啊，这个地方有溃疡啊，有的这是口疮，不管是唇内啊，口腔里面口腔的黏膜上出现，都叫做口腔。如果口腔黏膜糜烂成片，口气稠味的叫做口糜，口糜啊。这种病人来讲，来看病的还是比较多，他不一定到五官科去看了，哎呀，我就是口里面老是生疮啊，经常溃烂了，有的人经常性的口腔啊
黏膜发炎，不能吃辣椒，经常的溃烂以后疼痛，大便解不出来，有的甚至出现口里面有臭气，是吧？这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是窝口疮，就是小儿的口腔舌质上面出现那种白屑，像窝里面的口。这古人观察也是观察得很仔细啊。这一般来说我们也没有养过窝，也不知道窝是什么口腔怎么样，他就观察到的口窝的口腔里面呢是白色的，所以叫做窝口疮。窝口疮，你看这一片，这一片这个地方啊，就有白色的啊，白色的这种斑块啊，出现了白色的鞋子，好像这个纸屑啊什么东西，一些白色的物质在上面，那叫做窝口疮啊。窝口疮，口的形状，口苔，这是重点。刚才讲鼻子耳朵都没有什么苔，鼻子有一点就是鼻扇动，耳朵就根本上没有讲过耳有什么苔，鼻口的苔很明显。常人口神是可以垂意开阔，动作协调。那么我们生病的时候要看这个口的形态，当然看口的形态并不是孤立的，就只看口的形态，要综合起来看。你比如说我们看口态，口背得很紧，牙关咬得很紧，那么他在病的过程里面神志昏迷的时候，那我们叫做什么呢？神志昏迷，口打不开，那叫什么？牙关紧闭。我们一个人好好的，我也可以把牙咬得很紧的，咬牙切齿嘛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他牙关紧闭啊。神昏的病人，他牙齿口咬着打不开，那你不能说他咬牙切齿，你就只能叫牙关紧闭。所以这个望口啊，望牙齿，望什么，也望哪一个部位，你都不要离开整体。你在整体的情况之下来看，看这个嘴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口神的变化，《汪洪的望诊真经》里面总结为口形楼态，口的形态这个动态有六种变化。一种是口张，张开不收缩，像个鱼的口一样的张开，这是种虚弱的表现。状语鱼口，其去不鱼，只有去其去来，没有气进去。当然这话形容的太过分了一点，呼吸不可能只有去没有进嘛，是不是啊？他可能是很微弱了，只看到出气没有看到进气，很微弱，这么一种情况。如果口又张着，呼吸很微弱，当然是一种病危的表现。病危的表现呢，口张无火，手洒遗尿。我们前面讲的不背着不知道了，手也松开了，大小便也失禁了，口也张着，呼吸很微弱，当然是微弱一种病危的表现。第二个是口筋，口筋口背背着，牙关紧闭也叫做口筋，口背合着的。实际上是两个，口背是讲的口没有张开，前面讲的口张开，现在说是口背着了，甚至牙关都不能打开，要用压舌板，要用什么其他的钳子把这个口牙关敲开。那么这种情况多半可以见于什么呢？中风、肝病、惊风、破伤风、马钳子中毒。我们讲啊，说马钳子中毒啊，破伤风，曾经讲过在眼瞳神上面有改变，是不是啊？瞳神上面改变，那么在口上面也可以出现改变，也都是神有了问题，邪毒已经影响到了神了。第三个是口浊，口浊啊，什么叫口浊呢？上下口神紧紧地聚合在一起，上下都挤聚在一起，两边上下左右紧聚在抽合在一起了，也是一种惊风的表现，破伤风，动风的表现啊，动风的表现啊。这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奇风，生出来以后啊，你看不见是
口啊紧紧的，是吧？闭合在一起，口缩在一起，额头啊、眉啊、眼睛都也都皱合在一起了，哎，都皱合在一起，哎，这是种轰破伤轰，忌轰破伤轰，忌轰也是破伤轰。这是这个小孩子一种特许，他因为这个氮气的时候没有氮好，所以把它叫做气轰，也他实际上也是破伤轰。第三种，第四种，口动，口啊，口神呐、啊，频繁开阔，不停地在这里运动。嗯，不是讲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口啊，这个能言善辩呐、啊，不是讲的那个口动啊，而是讲的病中病人口不断的频繁的开合，甚至口角在抽筋，在抽动口角啊，在扯动，这叫做口动，频繁的开合或者抽动，这是一种抽筋或者脾胃气虚的一种表现啊。第五个是口阿，你前面已经讲过，口仰阿斜，口歪到一边，口歪到一边，如果伴有团身的病变的时候，那是中风；如果是只有口眼的，那叫做口皮。嗯，已经讲个口眼恶斜，讲眼睛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个症状。嗯，这个典型吧，非常典型。口啊都歪到这边去了，歪到这边去了，这边已经麻皮了，是吧？它没有力量去牵拉了。所以左边有问题，口眼都偏到右面去了，偏到右面去了。口诊，第六个是口诊，口诊呐、啊，口诊什么意思？那个实际上是冷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？冷得很厉害，这口啊就在这里。实际上是不是？实际上是整个牙关呢、啊、口啊都在这里抖动，站立骨寒，骨和口神枕摇，嘴神呢都在那动，很冷的一种表现，或者是邪正逐烈相争，我们讲寒战胀汗和热度内陷的时候，热度溃散的时候，浓度血症可以出现这种表现。这就是汪宏讲的口型六态，六种表现，六个表现，这也是考试的时候也可能要提到的。口型六态是哪六态呀？口张着多半是虚症，是不是啊？口背合着，口背合着，口背合着可能是中风啊，也可能是肝病啊，反正是神志方面吧，口不会张开，自己不会张开了，是不是、啊、第三个是口挫，上下口神，这个左右的口角都聚合在一起，我们正常人也可以做这种表演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是在病的过程里面可以口搓。第四个是口动，口动啊，不断的口神不断的开合，或者口啊在这里抽动，口啊抽动，开合抽动，这是口动。第五个是口额偏到一边，口偏到哪一边？实际上经常是口眼连在一起，口眼恶斜，不单纯是一个口恶，应该说也口也可以恶，眼睛也可以恶，口眼恶斜，他恶的那一边往往是他的对面，往左边偏过来往往是右边出的问题，轰斜是中的右边的螺，如果是往右边呢，这个口眼往中往右边歪过去了，轰邪往往可能是正在左边了。第六个是口震，在寒冷的情况下，口啊不断的震动，这么六口型六态，口型六态。除了插口以外，第二个是插神，插口神的变化。口神，正常的口神，只要每个人都有口神了、啊、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可以看到，我们就它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应该也是红一些吧，是不是啊？稍微有点红而带暗一点，不是鲜红那种表现，但是现在一打口红以后又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是不是啊？擦神要注意擦啊。
那病人如果口唇出现什么问题，那你就一定注意，特别是女同胞啊，你要注意他是不是打了口红没有啊，不然他打掉的口红打出来鲜红或者是紫红，那就不是病态了，是不是？注意要查口唇的舌侧，深红而肿的，又不是讲的打口红啊，是讲的病人本身这个口唇很红肿起来了，对，那是热极热盛啊，口唇呢有这种情况啊，肿得很大啊，热极热盛。口唇是阴红色，樱桃樱花很鲜艳那样一种颜色，煤气中毒。但是不是煤气中毒，不是单凭凭一个樱桃红色啊，这是一个指标，是一个指标，但是也不是单凭这个，一定要问问病史，是吧？看看神志是不是有煤气中毒的表现呢、啊？神志昏迷啊，神志不清楚啊，这种表现呢、啊，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。口唇蛋白则是最常见的，我们一定要常注意到，如果口唇蛋白，那是种血虚的表现，这个病人的口唇蛋白白得很厉害，口唇蛋白啊是血虚，你看他这个口唇和周围皮肤的颜色差不太多了啊，差不太多，口唇蛋白血虚，眼睑蛋白是血虚，口唇蛋白也是血虚。口唇青紫，口唇那上面也看不出什么青紫来啊，如果口唇是青紫色的，这个上面看呢、啊、这个医精片上看的这一块是很黑啊，很暗呐、啊、口唇青紫缺氧嘛，血液运行不好啊，所以是一种有血瘀的表现啊，心阳虚衰，心阳虚衰最后也还是导致血瘀，阳气不足不能推动血液运行，所以出现口唇青紫。青黑比那个青紫还要严重，比青紫还要严重，青黑了、这个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青黑色整个面部口唇都带了青黑色，带青黑色、那是寒极痛剂，除了寒极痛剂以外，前面讲的心阳虚衰可不可以啊？都可以，阳气虚衰，阳虚则寒也是可以的、这两个只是程度上的差别，青紫和青褐只是程度上的差别。寒极可不可以血瘀啊？同极的也可以出现有淤血的表现，所以它两个应该说是只是程度上的差别，表现一个稍微有点带紫色，一个是甚至带黑色的，都是阳衰寒极疼痛之类的表现。口唇如果出现干裂，那当然是津液亏虚，如果口唇糜烂是脾胃有热，唇内出现了溃烂舌淡红，我们先讲口腔的时候也讲过，是一种阴虚火旺，虚火上炎。如果是口唇上面生疮，生疮啊，生疮这个有一种叫做疔疮，比较严重。疔疮根据身体部位不同，生在口嚼的麻木疼痛，这是今后讲疔疮的时候有这种特点的，我们叫做锁口疔，口不能张开，痛得很厉害，肿起来了，一个地方红肿特别明显。如果生在人中部的这个口唇上面，人中部的叫做人中疔，生在口嚼这个口不能张开的叫做锁口疔。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人中满神缓，人中满神呢、啊、口唇翻过来了看不到人中，我们这个正常人这个地方有个人中，但是这个地方收缩了，收缩了，看不到人中有这条人中沟，那是一种脾气僵绝的表现，这个病人看不到中间有个人中沟啊，嘴唇往上，收缩了，一种脾气僵绝的表现，神烦人中满，
脾气将竭。讲不完了，今天只讲到这里啊。这就是讲这个旺头面五官，讲了旺四个了，还有两个，还有齿龈咽喉啊，休息。